看看新闻网。这十一黄金档的日益临近，各类电影的宣传力度也是在逐步的加强，噱头也是各有不同。日前由周润发、苏有朋、刘亦菲等主演的电影《铜雀台》在京举行首映礼，当天苏有朋、伊能静、刘亦菲等主创已经亮相现场。正当所有人认为扮演曹操的周润发没来时，发哥却意外的亮相现场。别看几位都是首次与周润发合作，但是发哥却很欣赏他们，特别是苏有朋的歌声让发哥都甘拜下风。这是我一个很尊敬的前辈，他当歌星的时候我还给你唱歌，他唱了以后我跟着他唱，现在呢我也是他是我他说我是他的前辈吧，对吧？他唱歌我听了很多很多美妙的歌，特别有一场戏，他在那个戏里头第一天唱了以后，我的心里就哭了。《蒹葭》的那首歌，这个他唱的太好了。